这边倒数已经完毕了，已经进到这个英文主播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奈斯就要击败这个全太阳上树了。我想看奈斯被采访。聊天室再把你们的双手举起来哦，把元气分给奈斯，把元气分给奈斯。很好，阿吉，这句话我喜欢。可以，可以，这句话我喜欢，可以。我喜欢，我喜欢。Pillars of Gold，不知道 Nice 还有什么那个奇怪的法宝还有没有拿出来？如果有的话，他真的是有机会把 TY 给打死，有他机会。赛前说的必杀绝招拿出来了吗？我觉得应该就是刚打 Hero Marine 第一盘的那一招，我觉得有可能。有可能。终于要开始了吗？没办法，欧美主播都把太钢奥当第三赛区。Of course。哎呀，他们就不懂，我们台湾这两个神经病，对不对？有多么的恐怖？不知道我们台湾有三个神族神经病，这三个神经病有多么的恐怖，对不对？对啊。他们三个都是不同神经病的风格啊，都有一很个恐去怖啊。澳洲区，一下就拿冠军了。对啊，有个人在澳洲区随便夺冠啊。好了，废话不多说，来到了最终出现战，谁赢谁就可以代表 C 组的第二个名额哦。地主来到了黄金支柱，左下角红色的神族是 Alpha X 的 Nice，AK 纽约来的 Nice。右上角蓝色的是 TYTY，阴间使者，阴间使者。打 TY 就一定要提早拉工兵来看一下，他就很这个怕，就人很太恐怖可啊。怕。可我感觉，我觉得 Nice 就是如果有下一把的话，就是第二把，我觉得他第二把可以不拉，感觉，心理博因为弈。他其实打 TY 他每一把都拉，对啊。所以相对的 TY 就不会比应该比较不会去就是干一些坏坏的事情，但这也说不定，搞不好 TY 对不对？刚好就是在 Nice 没有拉的时候出去演了一个兵营。他太多变了，有他太多变了。很难预测。哦，nice 这工兵控的还行哦。可以可以，电他，电他，电爆！电他，电不爆，你是又慢我很多，老兄弟了，你是又慢我很多，你现在几秒了？1分46秒47，慢点5秒。OK，好惨啊！我要看480P 了。就是你用 720P 也会慢。对好啊，扯哦，啊，死我都神，跑。哦，死神直接挂双倍，nice 的哦，教室又要冲出去了呢，冲冲先双冲，倍再 BF。哎，不过，哦，他有两兵营，哦，两船兵。换 TY 这边搞事情哦，两兵营。这公面还没死，还在看。那通常神族看到这个，如果神族知道人族是两兵营的话，神族要怎么打会比较好？直接 VR 超强，真的吗出巨象，？ZVR 出巨象，空投巨象，
空投制哎，好像可以，空投制上认真的认真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他的军工厂什么的都很慢，所以他没办法限制到你的空投地方。对对对，但那也要上来就知道啊，怎么可能上来就知道、啊？那个是开图的情况下，哦 ，ECV 啊，这把看起来那是要正常打了。妈，闪追，对，闪追升级下去了，闪追升级下去了。另外一位朋友是2016的那个台湾人王的候选人，台湾队。没选上，没选上。对对对，反正他在中途放弃了。还没开票就放弃了。噔噔噔，又隔两个背影，哇！然后是两控巨像打得这么稳，哎，没有四个兵营，哦，那场很像，很像哦。但是这 T Y 这场的打针进度很快，哎，这个四兵营闪追遇到他这个开局，谁比较厉害？人类的比较厉害，真的吗？真的，真的吗？可是他没有 V F 的部队呢，他等一下打针一好，跟他配那医疗艇。甩上去就没了，可是他又没盾牌，你确定？你确定？不确定。他没盾牌呢。啊！小眼睛进来，看，他觉得哦，枪兵怎么这么多？再刷追猎者，哦，直接出地雷 ，VF 直接出地雷。我觉得这边要看欸，因为其实如果一把扫描下去了，如果这边是在外面，就是外面交战的话，其实我觉得 Nice 打得过。但如果 Nice 强跳去干这个 TY 的话，我觉得就完蛋了，就是去送，对，就是去送。TY 门口两个碉堡，还先掉两层地雷，趁现在，把他勾出来吗？他能不能引诱一下？但他门口，他门口碉堡退吗 ？OP， 门口还有一个，来不及修，闪追闪的还行，闪的还行，修起来了，再刷，重点是家里有两个地雷啊，家里有两个地雷，要准备丢了，那时候没有反应，那时候没反应，完蛋了。一定没反应，完蛋了！旅客有反应，奶的真好啊，认识，有反应，十两，十三只，还可以接受啦，还可以接受，奶的真好啊，奶的真好，但现在还是劣势啊。人家打针都好了，你就直接追一堆垃圾追猎，对，就走垃圾追猎啊！这质量超低的，我就丢了一场出去，眼睛也没了。Oh my god！ No！ 这波追猎能做到事情，两个碉堡在这，两个碉堡。三矿，哇，三个地雷，为什么三个地雷带个枪兵？枪兵，见味道吗？地雷啊，地雷没有味道。我问他现在单位有哪个有什么东西是地雷炸一发不会不见的？啊！天哪！石头路啊！这画面我很熟悉。五只，奈子学聪明哎，奈子现在工兵都直接不拉了。拉了十根毒，对，直接一条线炸下去。不拉就是最好的防守。我进去往市场，他忍住不射，他左右移，左右点，人真好。他不想射在那些垃圾单位上面。
无辜的工兵。但现在还是劣势啊，那还是劣势啊，攻防没有，经济也没有，经济也落后，去向也没有，只有一堆追猎，没有什么用的追猎。不要慌，不要慌，我们要忍住，沉住气。对，等一下，中间还是有休息时间，可以让我们好好做法的。但要加强我们做法的功力啊！主官，有反应，上空上空，一直上去。正面来啦，兄弟！完蛋了，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反应？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哎，走回去了。哎，还有他没有发疯。他要是打一针上来，我觉得就结束了。没有错，退得好，退得好。右边卡，那是卡人口了。右边卡死了，卡死了。哦，我真的，哦哇哦。哦，他的嘴又歪了，该怎么办？一卡人口嘴就歪了，真的卡超久的那种。右边这个是住在台湾的 New York 选手 ，Nice。住在台湾的纽约选手，没有错。对，他是洋基队的，洋基队。双击选手，新海棒球双击选手。他那个直插球非常厉害。对，世界第一。现在出烈光球，体外的这个部队已经来到175人口了。Nice， 怎么还在125啊？133133，放针重点。我看错台。133133133。等一下要变成157157了吗？多补一点。多补一点啊！神之这时候不都喜欢多补一点吗？啊、要预补啊！哎呀。卡人口真的很难受啊！难道我们没请到 Nib， 请到了灰吗？难道是这样？请错人了！请到了灰哥，天哪、啊！请错人了！请错人了！天，好哦，没取消，还输赢，漂亮漂亮！现赚400，现赚400。但是你这个现赚400的代价是什么呢？人类要推过来了，人类要出来了，人类生气了，不给你活路了。打我400是吧？那我要杀你全家！这坦克好多哦！烈光球，烈光球在哪里？等一下，这个画面有点熟悉。哎呀，没炸到！又是这个位置。没事没事，他还没冲上去，他还没冲上去，不要紧张。好，他冲上去了。哎、欸，这四万给他啦，不要守了啦！放了啦，守不住、喔！不要守了啦！不要啦，求你，拜托！守了就哎、欸，他的绿光球炸了啊！他绿光球刚往右边的空气炸了，他觉得右边的经济太过于经济了。现在右边什么都没有。哦不。银尖使者有点实力啊！啊，银尖使者这抗奶能力也太强了吧！这就是 GSR 冠军的抗奶能力吗？完全奶不动哎、欸！完全奶不动。我感觉这个矿应该要给，感觉啦，以上给至少还可以再玩一下，还可以苟且偷生一下，对。对，不给是绝对 GG 哦。没有，他不是上帝，他看不到，他看不出来他的兵到底是落后了多少，你知道吗？没有错，主要还是那卡人口卡太久了，人口一直上不去，人口卡了很久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点。半分钟有、哦，
没事，就算赢了还要打诺曼斯，哇，这句话听起来，哎呀，我跟你讲，你有没有听过安西教练说过一句话？什么话？现在放弃，比赛就结束了。哇，说的没有错，对吧？放弃比失败还可怕。你说的没有错。好，地图来到了光与影哦，左上角红色的神族是来自 Alpha X 战队，住在台湾的纽约选手 Nice。右下角是蓝色的人族 Africa Freeze， 全太阳上树。Nice 又来了，为什么会说又呢？因为每一场都有拉工兵来哦，打 TY。上来也是侦查一下，感觉好像反而因为 Nice 感觉好像很怕 TY 搞他，对，然后结果 TY 上来完全不搞，真是完全不搞。没错，他打 Stays 又搞，真的很多变啊。嗯，我们带大家绕一下。哦，那是 BY 开矿，合理。啊，也是 ，BY 也是有拉工兵过来，是拿 Nice 的开局。所以这个应该也都打不太东西，把水晶塔位置都看光光啦。我 Nice 一样是盖个电池在这，默认盖个电池，结果是没事，一样受死，没啥大问题，没啥大问题。他用军工厂封门。厉害了，太帅了 ！VS， 这样换个开局哦，又要使出凤叫了吗？有可能哦，不是凤叫啊，巨凤。我觉得凤叉比较有可能，凤叉感觉凤叉也是很有威力，对，凤叉球。对，出一些圆圆胖胖的，对不对？感觉机会比较大。没错。可怜呐、啊，遇到现役冠军，没办法啊。Nice 就是你知道 T 四等级的选手，所以他基本上一定遇到 T 1等级的选手。T 1等级选手就是我跟来数一下。什么 ？Zero、雷诺、TY、马路，没有 ，Claim 应该不是。哎、欸，不然就是，可能欧洲区冠军哎、欸。要看他，应该是看几分，不太确定。现在妹子看起来是马路。T 四遇到 TY， 难受。对，你是手机是马路吗？你说的没有错，说的没有错。好，在家里藏凤凰 ，VR 下的很早，好吧。巨凤，没错。TY 也是跟 Hero Marine 一样的应对，那不是很好吗？一台导弹车跟围巾就三开，很好很好。是马路就把工兵拖了。对，马路很极端的哦。哎呀，一个 T 四的选手，刚刚能吊打他们欧洲之光 Hero Marine 已经够了，好吧，已经够了，已经赚了，对啊，欧洲哈利波特，这也证明了台港澳第一是大于 EU 第四的，没错，这个证明好像。
听起来没有很厉害，怎么办？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听起来很厉害，怎么办？要知道欧洲的前三名是，对不对？没有啊，这话不能这样讲啊。疯狂啊，疯狂！没事没事没事，直接硬吃。这个时刻我都很紧张。哎、欸欸，刚刚。刚 TY 那个，你有没有看？他直接把围巾降下来，降下来，哇！太专业了吧！再回去，还敢上来啊？哦，四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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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没事了，这次没事了。哎、欸，你要不要干脆那红血凤凰就不要上了？对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直接拉回家吧，兄弟。拜托拜托拜托，不要不要不要。那个红血跟黄血直接拉回家了，不要不要不要那么贪心啊！我们做人不要那么贪心啊！不要再去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没事。就是要这么极限，是吗？毕竟我看一下这把是什么服，毕竟这场是 TW 啊，这场是零聘，好不好？这场在台服主场作战，可以好好的秀他了。凤凰操作了，最 nice， 点掉杜鸦了 ，nice， 一命换一命。哎、欸，等一下，怎么又迷路不朽？等一下，赶快，怪怪的哦。nice 要推 ，nice 要打 ，nice 很凶，他觉得 TY 家里什么都没有，太过分了。又吃了一台车，很好，这个人口我喜欢，领先了将近二十。再继续转，继续转。哎哎哎，这不小，这不小。我怎么感觉走过去可以把坦克点了？是我的错觉吗？我一点好，我一点。哎、欸，好可怕！哎、欸、，TY 在炸自己。TY 手抖了 ，TY 手抖了。他打一下自己的补给站。奶力发挥哦。可以可以，这就是阿吉去洗澡的功力啊，各位。我觉得很可以啊。再来，这个凤凰数量很多。前次那些枪兵啊，是我错觉吗？那枪兵看起来很少，孤立无援。还是先不要好了。兄弟来，兄弟来，保护老凤凰就好。兄弟来，兄弟来，来来来，奈斯好像想打、欸，想硬抬三台坦克就冲上去，然后站在这边蹭一下。对，巨象站在这，坦克轰倒。可以哦，可以哦。哎，说好说好，可以哦，说好说好，可以哦。还不飞吗？还不飞吗？哎、欸、哎、欸欸，他上了，他上了，他上了！哦，他不敢上，不敢上，还好。没有没有没有。哇哦哇，这就是两只巨象的威力吗？居然可以把这么多枪兵给震折走！哇，太神奇了！奈斯这波压力，打了一针还不敢上。给完之后，家里兵直接刷满 ，VT 下去。五六七也开了，对，下一波直接带插球，怎么输？对不对？怎么输？嗯，怎么输？对 ，TY 到底怎么输？奈斯来送，怎么可能输嘛？对不对？没错。对啊，奈斯一点就是 TY 也是个万里长城，他一次盖七个补给站，没错，他一次盖七个补给站，不会卡人口怎么输？对啊，到底怎么输 ？TY。把视野清了，这样 TY 压力更大哦。但是 TY 在做幽灵特务啦！哇，幽灵 TY 这幽灵特务转得很快，直接先出幽灵特务啊！而且他的围巾跟坦克的地面数量其实也是够多的，居然能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把幽灵特务转出来，这就是 TY 吗？完蛋，奈斯要卡很口。完蛋！没有水晶塔，建造列表没有。送点凤凰腾人口。你给我闪一下。大家都没发现哦，发现了，发现了。他只盖两根，我觉得这时候盖三四根都盖满了啦，直接盖到两百。鬼子来了，幽灵特务。你知道幽灵完蛋了，这一波卡人口让 TY 把人口拉起来。
已经人口持平。我们要的是逆波啊，不是啊，不行，再消费继续消费回台会生气。我们要给尊重，尊重，毕竟辉哥也是历史级的人物啊，历史悠久的人物啊，我们不能再消费辉哥了。没错 ，Nice 是不是瑞士的？甚至第一次啊，看奈多也学会卡人口了，坏朋友瑞士。凤凰全部没花，全部没了，真棒！部队脱节，是这样干的吗？是这样送的吗？不要，不要，是这样送的吗？这游戏这样打的吗？我完全脱节。为什么我觉得他完全脱节还打赢的感觉？你不觉得吗？真的，他人口，他完全脱节，他人口还拉开了，感觉还打赢了吗？这就是狂仗式啊！来了来了，吉老师说的。白痴狂战士，等一下啦，他长城要盖起来了，他搞不好那一颗变行星要塞哦、喔，不可能啊，他那个变行星要塞，他怎么开实况啊？这个长城怎么盖？好，哇，这怎样啦？哇，这好恶心哦、喔，太恶心了吧？不要打吧，这你就对回家农闪现引刀升起来。对不对？记得刚 stays 怎么打的，你就怎么打。还把军工厂飞过来 ，disgusting！ 哇哦！好，五矿开了，五矿开了。灵境在哪里 ？Nice 的灵境在哪里？你看 Nice 这个没有做九点，没有没有，三点钟，三点钟，有一个红的，看到要飞进 DY 家里了。带提速的灵境哦，提速要完成了。直接去二矿，冲进去！啊，文大队都已经结，不行。好 ，Blink DT，Blink DT 来了，被拖到大后期了。哎、欸，我发现 Nice 四矿有三只公兵在睡觉，没有在踩瓦斯厂，我看到了。带着四基地哦，难怪 Nice 瓦斯这么少。肯定是这样，他少踩个气啊！这边绕狂战士，开始把这边的部队的质量变得更加强大，都是你看白球、巨像、猎光球，跟神一样，要换成最高质量的部队。对，哇，这只工兵也太神了吧！为什么是工兵会走到那个地方？对啊，太神奇了。正面要等一下二攻二防，哎、欸，不要忘记上一场上一次的失败啊，就是忘记那个，就是没等，哎、欸、哎，下面白色空战冲下去，冲进坦克阵了，杀了十只工兵哦，但坦克只打掉一台，但杀了十只工兵，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哦，二攻终于好了，二攻好了，再刷十只空战士，二防也快要完成。点围巾可以哦，可以剩六台围巾，这样等下巨像要站得住。下面 TY 绕了一波枪兵啊，太阴险了吧！哇 ，Nice 三矿有没有光炮？我觉得有光炮，其实那点数量枪兵应该不用太畏惧，应该对，但是要看三矿到底有没有防守。三矿在 Nice 两百人走进来，有一个光炮，他刷不了，可他刷不了兵，那怎么办？他引刀走回来走，好了也可以啦，也可以啦。没，不然真的没东西守啊。再丢两三兵出去，那你现在城关很雄厚啊。闪现之锐现在才要升级完成，所以刚可能有点，可能忘了，这个闪现之锐升的有点太慢。正面不要被烟皮刀到，散一下你的兵，兄弟。好，下面，好，这好像是跟。引刀可以去打人类三矿了，干死他！双线一下，双线一下。我感觉这时候不是应该下五个 VS 苏航母了吧？嗯，差不多了吧。Nice 不相信航母是不是？嗯，对 ，Nice 应该是不相信航母的那一派。
刺猬精，刺猬精就吃了两台三台的样子。哇，啊，怎么还有这么多围巾？这技能渣，这技能渣，不要倒！哇，白刺围巾！嘴脸帮忙，嘴脸帮忙，做事情。Nice， 很富有啊！五矿，五矿把他逼退。正面，正面，又被丢了一发焰劈。Oh my god， 所有的部队都不见了。现在很忙哦。很忙，瑶瑶这边这里控台可以，又吃了一波围巾。可以。下面 TY 开不出这片矿哦，五矿一直开不出来。但是很有钱哦，这个存款。跳上去砍坦克，看坦克，砍坦克，哎、欸，飞，可以，坦克解决了。那我跟你讲，下面这边等一下是，等一下 OK， 对，双线的破口，双线的破口，对，无限刷款站跟引刀打这里，对，又刷了六把刀，哇，三通也要好，那 TY 在生核弹啦。那丢核弹啦，各位！三攻三防、啊，找得到红点点吗？找不到，他的视力相当担忧。我是放三颗，我就找三个点。他是你放一颗，他还找不到、啊。放三颗，找三个。对啊，他是放一个，一个都找不到。哎、欸，这边，哎、欸，是不是炸了20人口啊？刚 TY 人口团刚掉很多哎、欸。引刀再来，来引刀，这个双线拉扯。哎呦，还有三招啊！漂亮。我是不是躲地雷？躲掉一个地雷，好像有点多死一点，好像。真的吗？我感觉有点，好像只是帅一点而已。其实 TY 这边很穷啊。哇，他这个是那边行星要塞了。妈啊，没有新鬼，看起来是新鬼。Nice。用钱把 TY 砸死啊！快 ，Nice， 用你那一招啊！两个提速临近，直接硬冲主矿那一招，快点！直接二十只矿弹是刷起来的。有这边要找到幽灵特务。哇，直接跳上去全中 EMP。有这边打一个新鬼，优秀。哦，全清掉了，还剩一个。他这是在升第二颗核弹吗？水光球先炸，哦，可以哦，可以哦，没什么炸掉。上面引刀要动了，上面引刀要动了，四矿被丢核弹，哦，还有这边应该没什么，这边应该没差，就顶多一矿光明给他。有上面 TY 那个矿也开不起来了 ，nice， 给他炸，你看才炸两只，炸两只，你再给我开玩笑 ，lucky。那他那看起来就是炸建筑，正面还是要看正面。这个 TY 正面的操作好像操作都不太来啊。这边这个第二个核弹，有 Nice 应该是有反应，有看到这个点很明显吧？看得到的哦，这个再看不到。这眼睛真的，该去看医生了。对，一人一信支持 Nice 去看眼科。上面要旅客吗？没有，他直接走上去，直接抓那波部队就好了。人口已经领先30哦。Nice， 我觉得他应该再补点 BG 啊，再补点 BG， 他一次可以，感觉一次可以刷二十支兵不是问题。存款的。TY 剩下131人口喽。要赢了。猎光球在丢吗 ？H 柱要吃了很多围巾。强打这个行星要塞，被包夹了！怎么总进人家行星要塞里面？哦，这三小，啊，不就还有那6000块？人口直接掉到剩100，产能够吗？不会被一波打死？应该可以吧？可以吗？赶快加速！可以吗？可以吗？好，引刀，再引刀 ，TY 解决不了了。放出兵点。那这样子的话 ，Nice 这边放个矿无所谓的。对。他这边，好像守得住哦。两颗猎光球，还有一颗，啊，这颗丢的有点太早了。没事，这个矿给他，你主力不要死，拜托。完蛋了，他下面被丢核弹，下面被丢核弹，完蛋了。要被炸了！6000块，哎呀，找到我，
可以哦，可以哦 ，nice。六千块赶快花、啊，快刷兵啊！再多补几个兵，引刀成神 ，god。好，然后把出兵点断了吧。上去，其实我觉得可以刷，开始刷狂战士往他出兵点灌，就是各半，就各半感觉是可以的。可以可以。正面，而且正面我觉得他不要再出球，应该要开始补巨像了。这时候你只要出来四个巨像，人从哪里完全没办法，因为他根本没钱去出围巾了。没错。哎，我的神大人也是相当有实力的。站在上帝的视角看，这个时候出巨像绝对没问题啊。哇啊 ！TY 怎么又猥琐出了一片矿？啥情况啊？哦 ，nice 出了 ，nice 出了，三倍巨像。他看了，他听到你的呼喊了，他听到我的呼喊了，各位。对，他想起了昨天 Extra 对大战 Trap 也是三倍在出球、哦，现在他也要三倍出巨像了。哎、欸，这引刀，这引刀，这引刀。有有有。前面，哇，这院兵跳了一下。哎，杀巨像啊！我跟你讲，这时候只要巨像走出来，人族真的完全后悔掉，会绝望哦，对，会绝望，真的是绝望。哦，看到这个矿，哎，这边没有那个，没有 ，yes， 没有炮台。左下角应该是两台解放，对，两台解放，这解放没什么那个啦，刷追率就好了，刷追率就好了。现在还是很有钱，现在还是很有钱。哦哇哦！拉一下，拉一下，拉一下。他没产能了。哎、欸、哎、欸，这引刀，我一台。Sneaky。哎哎哎哎，部队脱节啊，兄弟！又来了，又脱节。哦，巨像来了，巨像来了。另外，这时候才在抢围巾。nice， 刷了十只追猎者，要去解决下面的解放者哦。好，解决完。哎、啊、，nice， 就我跟你讲，他现在。他现在就家里留个几颗球，然后所有的狂战士对不对？全部往 TY 家主矿走，断出兵点，对，直接断就好了。因为 TY 不可能，他现在的兵已经没办法，他不可能守两边哦。他现在兵，对，他现在兵已经绝对不可能去守两边的，他就分一半的部队，对，往 TY 家主矿走，狂战士全去都可以了。对，狂战士全去，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的。看 TY 穷到现在只能按枪兵了。啊！引刀再继续往里面走，砍他，砍他的枪兵！啊，砍光兵也可以，漂亮！TY 这边的部队，部队往哎、欸、要交战了，老 B！ 哇，这个烟皮丢也太好了吧！但围巾又掉了两台的样子，退一下，他出不了围巾了啦，围巾现在对他来讲就是。你知道这兵太贵了，出不起了，真的。TY现在只剩一片矿区在采集了。这边点回金可以，超级电池开。哎、欸，我觉得嘴里刚往下闪，好像比较好点。那没关系哦，我觉得 TY 这应该打不过。Nice 这把应该是。丢完球，再丢，赢了啦，赢了。这六个球不丢应该都赢。巨像太强了，巨像这个时候人族解决不了那个巨像，就基本上没有救了。下面一个解放者，虚惊一场 ，nice， 一比一，各位，阿吉，你应该还在厕所里吧？阿吉应该在厕所里吧？先不要出来，继续洗你的澡、啊，对，继续帮你最爱的 TY 加油啊，阿吉。第三场打完再出来，对，这场打完再出来，阿吉。最后一场罗曼斯啊，我跟你讲，前面绝对在抓放啊，罗曼斯绝对有神奇的战术，妈，但这时候应该要上去，应该要继续对贯彻他的传统，对，出门侦查，哎、欸，有，又是灌奶时间。灌奶时间，这是几分钟？两分五十秒可以灌。恶补一下。做法时间，可以。
做法做法。有这个手速，考验手速的时刻。下次进化下方这个法阵要加 R G B 吧，要求很多哎、欸。我都是靠小画家在 P 图的、啊，不要这样啊！这 P 图功力不错了啦。八卦阵。我看一下 OBS 好像没有45度角的变形，所以你这个，哎有哎，等一下，好像可以哎、欸，不对，不是这个，但时间好像来不及。我试试看哈，先放一个上去。干，这个应该是要放哪的？干，等一下，不太对啊，不太对啊。不太对啊！怎么了？不太对啊！不太对啊！右上右下感觉都可以啊！哇哦！感谢感谢那个正理的订阅啊！谢谢你五份订阅，谢谢你哦！上面还有上面还有剩中的一份订阅，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了，这个，这个，哎、欸，靠杯，关错了。好、哦，没事，来吧，紧张。关错了，关错了。没事，没事，不要紧张。我要把我要把这个阿吉删掉，结果不小心把后面这个东西删掉了。好，比赛要回来了吗？我、哦、没事，主播回来了，代表紧张哦。对，最后一场了，双手举起来啊，双手举起来啊！这最后一场，所有的元气，对，双脚也举起来啊，四脚朝天，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四脚朝天，四脚朝天。把你们把你们所有的能量哦，都传给 Nice 啊。对，阿吉就不用，阿吉就是四脚朝下，对，四脚朝下，对，好好的，好好的在浴室洗澡，对，好好的在浴室洗澡。哇，好像又有人送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送赠送的订阅。AZ 会相当的欣慰的 ，AZ 现在相当的欣慰，各位。继续送，继续送，多送几个 AZ 继续爽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感谢各位的正理订阅哦，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聊天室加起来，这边发烧列车已经到等级4了，对，我们还有这个78%，大家赶快把这灌满，把这灌满，这样子聊天室也可以收到更多的表情符号。送起来，送起来、啊！对，恐龙帮的，恐龙帮的要送几个吧？恐龙帮的，但问题是，最后一张这是罗曼斯 ，Nice 到底有没有杀招呢？到底有没有呢？还是 Nice 也上来也虚空？哦哇！感谢 Bill 五份订阅，谢谢你。屠杀了五分钟，充满了100%了，100%了，等级4的发烧列车过关，感谢你，感谢你，太神啦，太神啦，列车发动，嘟嘟嘟嘟，
等级四完成，会不会有等级五呢？其实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看过。哦哇，等级五！哎呦哎呦哎呦哎！24发，24发。我们继续要求大家把这个发列车等级灌满，会不会？我想看有没有等级六哎。我也想看一下有没有等级六，我也想看一下等级六。很好奇，很好奇，很好奇啊！这个满等到底是几等呢、啊？对呀、啊，真是好奇啊！哇，这个 Nice 这 TY 的比赛啊，这个现任 GSR 冠军，对不对？刚出炉热腾腾的，会不会这个 GSR 冠军就倒在这里？就看 Nice 的发挥了。让他俊黑可进不了八强，让他们知道今年疫情是救了他们，不然 Nice 本来就要去称霸 GSR 了，对不对？真的哎，要不是这个疫情，我们 Nice 早就飞去 GSR 连夺三次冠军了，对，还有你的份。哦，没有，这好像有点浮夸，抱歉。我、哦、感谢梦中的感谢一百小西点，一百小西点，我看到了，感谢你一百小西点，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哇 ，AC 送了五份订阅，又杀了五个免费仔，嘟嘟成功了，100%了，来看有没有等。等一下 ，MIC。MIC0504 也送了五份订阅，还送到了小弟弟我身上。发烧列车等级五完成，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太神了！好，哇，发烧列车等级五是111趴，哎、欸，这、哦、所以没有六等、啊，所以没有六等啦、啊！天哪、啊！好的，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场比赛来到了罗曼石地图左上角红色的神族选手，是来自 AlphaX。Nice， 他这场工兵没去了。对，这场哦，行李站大师变化了。右下角蓝色神蓝色的人族现任 GSR 冠军，跟 GSR 解说 ，GSR 御用解说 TYTY， 生涯总奖金 Nice 加一个零也没有超过的一位选手。哇，真的。好，这一场的工兵是还是有侦查，但是侦查的比较晚一点点了，比较晚一 点。正常时间的侦查，正常时间好像是兵营放了出来侦查的时间点。对，不然之前应该都是水晶套。嗯，好，上来一样电一下这个工兵哦。这一场打的是新加坡服、哦，新加坡 server。新加坡服应该比韩服顺一点点。对，对我们来讲，新加坡服会顺一点点。好，过来二矿，看到二矿开了，另外也是一个死神的开局。但是应该也知道，因为这个如果枪兵开的话，会在就是比死神更早一点出来。为啥会只换四武器？因为如果每一场都打韩服的话，就对 Nice 不公平嘛。啊，如果每一场都打台服的话，就对 TY 不公平嘛。所以就是一人一场，然后第三场就换到一个中立一点的地方，这样也是蛮合理的。新加坡服打，对，这样也是蛮合理的，就是中立一点的。一场在你家打，一场在我家打，另外一场我们去两个人中间。那是在右上角藏了一只工兵，拿了野影刀，野影刀。影刀 ，special 的要来了吗？等一下，哦，为什么 TY 有只工兵在外面巡啊？为什么啊？在干嘛、啊？他该不会是要放一个 VS 在那吧？还是他只是？欸、他真的在巡建筑哎、欸，哎、欸，不会吧、欸欸？不会吧？完蛋，找到了哇！没事，这不是在还要只盖个水晶塔、啊？对对对，这不是在完全没救的时间点找到，所以哎、欸，哦，看到工兵了，
这不是在完全没救的时间点找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找到是还能变招。对，对奈子来讲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哇，这官兵还走过来你家大门，这就是冠军的纪律性吗？你说的没有错，太可怕了。好，嘴裂打这 ACV 哦 ，TY 决胜局还是用了一个两船兵的开局，哇，阿奈斯又是四兵营，我的天哪，第一场重演，哎，五兵营六兵营，直接省这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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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张图闪追很强哦，扬名立万就是这一天，扬名立万，扬名立万，看看那个斜坡，这么多地方可以跳上去，扬名立万就是这一天。干死他！很有机会，很有机会，你确定？嗯，你确定？你说 T Y 很有机会守下来吗？对 ，T Y 很有机会，对对 ，T Y 八强 ，T Y 开始屌虐嘛，对不对？我了解，我了解，对。T Y 太稳了，我看不下去了。T Y 打得太稳了。哦，等一下，他的追猎会抓到那条医疗艇吗？嗯，看来不会，奈子没这么聪明。哇 ，T Y 还放一个兵工厂。哦，感觉奈子真的、真的、真的，哎，真的要下去了啦，不要再坚持了，真的、啊、要跳上去点掉宝，可以，秒点掉，可以，往后拉，往后拉。再一下，残血阿梅再他再错罪孽了，乘客你上错车了，我们再错乘客啦，再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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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加条中地雷，加条中地雷 ，nice 这边，哎、欸、呦，哎、欸，他怎么打掉那个地雷了？他的 OB 在哪里啊 ？OB 在哪里啊？连 TY 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啊，完蛋了，何况中雷，没看到，老天保佑，就一口气了，就一口气了。哇，要不要盖起来？哎、欸，灯苗公民可以修，苗公民可以修。哎、欸，哇，哦，那个赢了，哎呀，赢了，赢了，赢了，很好，跳得不错。啊，上不去，但上不去。哎、欸，啊 ，OB 好像还是掉了。拿出了工兵 ，nice， 追猎还在顺，真的是好气了。一共杀了5只工兵，我觉得很有机会，很有机会 ，TY 的。地雷又炸了 ！Oh no！ Oh no！ 那招刷不出兵了，地雷要炸了，地雷要炸了。两边冬兵都很少。对，但是人类有引爆了矿螺，人类有矿螺啊，各位。跳掉。啊、感觉打不上去，感觉凉凉。上面还有两颗地雷，家里的地雷解决不了。这是真的了。再刷，哇，那地雷可以隐形，太硬霸啦！那 VA 是 MVP 啊！哇，来了来了，小眼睛来了，小眼睛来了。奈子家里已经没有工兵啦，这是。这换个地方打吗？好挤，还在正面蹭，对，正面很挤。他这边阵型完全拉不开，对，摊不开，超差的。再蹭。一把扫描，他想找那个小眼睛啊！哇 ，nice， 这个追猎全部都残废了，全部都残废了。燃烧小宇宙，他家里又被炸了一次，剩11工兵了。不过好像耗的差不多喽，人类的医疗艇都没有。要上了吗？小眼睛，小心！两弹走前面，再刷了一只追猎者。哇，家里真的没了，过不来，剩10只工兵了。哇，坐了两台火车过来变火车人。地雷是又解决了一颗。
还是有点机会的。继续操作，接再接，可以再接，再接。就专心控正面了。我们是要 little eye， 不对，我们是 observer。有，在冷静下面，在冷静。我要，但没有，他看不到那颗地雷啊。往前进，往前。再蹭。哦，体外的掠夺者是没有震撼弹的哦，现在才升，走上来了。好，这波不好说。体外人口越拉越高了。对，这边掠夺者很多啊，看起来有点凉味。又砸了两颗矿头下去。哇，摔下来了。可惜了。哎呀，可惜啊！我觉得这把真的很可惜，这把真的是 T Y 那个空投地雷真的是立了大功了。而且那是有兵工厂隐形的，对，有兵工厂隐形地雷，永远不会显形。很可惜 ，Nice 这场真的很可惜，最终还是1-2输给了 T Y 哦，很可惜没有进入到这个八强的比赛之中。真的打这招是蛮有想法的，对，我觉得可以。一开始也引刀，原本可能我觉得他原本也引刀，但被发现之后，他直接转一个六兵营的闪现追猎的一波。对，但没想到 TY， 他这一场接的是两船兵空投地雷之外呢，还带了一个兵工厂的科技，所以他的地雷是可以永久隐形的。所以家里工兵全部被炸没了，然后正面兵也秀不出来，最终只好。对，就打出了 GG 哦。这次 Nice 算表现很好了，差你们一脚。对，真的是差一点，而且他已经证明了，对不对 ？TW 大于 EU4。对 ，TW 大于 EU4。对，对，这一场打 TY 也是，其实第二场也是，其实第二场是以一个营运的打法打赢的，所以其实他的。实力的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第三场也是因为地图的关系，所以被迫选择一些比较激进的战术，但最后没有成功哦。好了，蛮可惜的，对不对？这边应该等一下会有这个 TY 的胜者采访啊，对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接下来看一下。然后这边再跟大家宣传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六日，接下来两天。每天晚上的10点一样会有这个 Dreamhack Final 的比赛哦。接下来就是季后赛，有从八强开始。等一下晚一点，他们应该会这个八强的名单会全部那个重新抽签，所以不会什么 A 组第一打 B 组第二这种签表，不会，他们到时候会重新抽签的。对，然后明天就是八强的比赛嘛，然后后天就是四强。对，应该是这样。对，也是每天晚上的10点哦，在我们蓝兔电子竞技工作室的频道 ARGS_AC2， 对大家请持续的锁定我们的比赛哦。然后还有一个点是，这个就有些人可能会有漏这个我们比赛的通知之类的情况发生，对大家也可以去点赞我们蓝兔电子竞技工作室的粉丝团，对 FB 搜寻。蓝兔电子竞技就会搜寻到我们的粉丝团了。然后如果想要加入 LINE 的话，我们也是有 LINE， 对，我们每次比赛都会在这个 LINE 群或是 Discord， 对，还有这个 Discord， 我们会有这个通知哦，就是比赛的通知，对，大家也可以对好好的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哦。对，那我们今天转播应该就到这了。对，我待会还是会把这个 TY 的采访给放完。对，想看的继续看。对，大家没有什么兴趣的就可以对早点休息。明天虽然是礼拜六，但是大家可以早点休息。对，明天晚上10点一样是还会有这个精彩的比赛。对，感谢这个凯文流，对陪我们一整个晚上。谢谢大家收看。对，谢谢大家。对，我们明天再见。对，明天见。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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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感觉收的有点快。
但是应该还应该可以的。对，辛苦了，辛苦了。啊，没事没事。Place here in Group C. So let's get TY. Hi TY, firstly, congratulations. Can you hear me? 축하합니다. Thank you. 축하합니다. I appreciate. Okay. So first questions first. Coming into Group C, what were your expectations? Because it seems like it's been a bit closer than maybe you thought it may be here. 일단 이번 주 시작하기 전에 뭐 경기가 어떻게 풀릴 거라고 예측했고 실제로 경기 해보니까 그 느낌이 어땠나요? 사실 김대엽 선수에게 질 건 예상했는데 최종전에서 전 다시 한번 히어로 마린 선수를 만날 거라고 생각을 했는데 생각보다 나이스 선수가 실력이 많이 올라와가지고 좀 나이스 선수와 붙게 돼서 당황을 많이 했었어요. So he sort of expected to lose to Stats, but he actually expected to face Hero Marine in the decider match. But surprisingly, Nice actually, you know, he raised his skill level a lot, so he was kind of surprised to face him. All right. Well, it's cool to hear that he thinks Nice has raised his skill level, because, yeah, this last series was amazing. Cats, do you have a question? Yeah, I suppose in the series against Stats, he would have been very, like, he would have expected that Stats is the strong player, but Nice, like he said, he got surprised. Does he feel like he took him lightly? Does he feel like in that second game he could have applied more pressure, like he was just waiting for Nice to attack and then that he would win the macro game easily? Does he feel like basically like Nice exploited his over defensiveness to a degree? You mean the one on Lightshade? Yeah, the second game. Yeah, okay, the one that he lost. Okay. 그 뭐 물론 김대 선수는 강한 선수라는 건 다 알고 있지만 혹시 본인이 나이스 선수를 좀 과소평가했다는 느낌이 드나요? 예를 들면 그 라이츠의 경기에서 너무 수비적으로 무난하게 하다가 졌다는 그런 느낌이 있었나요? 그러니까 뭐 그렇다기보단 그러니까 나이스 선수를 무시한 건 아니고 게임하는 과정에서 제가 잡을 만한 타이밍이 없다고 느껴서 좀 수비적으로 플레이를 해서 길게 가볼 생각이었는데 생각보다 맵 자체가 되게 넓고 길더라고요. 그래서 결국엔 후반 운영 싸움으로 갔을 때 테란이 패배할 수밖에 없는 맵이었던 것 같아서 결국엔 제 판단이 쓴 것 같아요. Yeah, no, it's not like he was, you know, looking past Nice or underestimating him or anything. It's just that there were no windows he could exploit. So he thought, okay, let's just take this defensive, play out a long game. But playing the match, he realized, man, this map is actually a lot bigger and the distances are a lot longer than he thought. So he thinks, you know, if games on Lightshade go out, it's probably a situation where Terran's going to lose. So that was just bad decision making by him. Okay. Fear Dragon? A lot of Protoss players from the Taiwanese region are known for being a bit cheesier. Did Nice play kind of the style that you expected today, or were you a bit caught off guard by the way he approached his series? 대만 Protoss 선수들이 좀 전략적인 수를 많이 두기로 알려져 있는데 혹시 그
나이 선수의 플레이에 당황했나요? 아니면 뭐 예측한 대로 플레이를 해줬나요? 나이스 선수가 전략적인 걸 알고 있어서 조금 수비적으로 플레이를 하긴 했었어요, 계속. 근데 3경기에서 제가 나이스 선수가 운영이라고 착각을 했거든요. 관문 숫자를 제대로 확인하지 못하고 운영이라고 착각을 했는데 그 과정에서 좀 위기가 많이 있었던 것 같고 확실히 나이스 선수는 조금 전략적이다라는 생각이 다시 한번 드네요. Yeah, so yeah, he did know that Nice, you know, he's the kind of player who goes for those strategic, those cheesy plays. But what happened in game three was more that he just got fooled into thinking Nice was going macro. He didn't check up on the gate count, so he was put in danger there. But yeah, Nice is a player who you can definitely pull out those strategic plays. I have a question on the program we're talking about in the cast, I suppose. As the GSL champion and seeing as how Koreans haven't been advancing, did he feel a lot of pressure going into that last series? 사실 그 이번 대회에서 한국 선수들이 많이 부진했고 본인이 지금 GSL 우승자 입장인데 그래서 이번에 마지막 경기 임하면서 부담감이 좀 심했나요? 그렇지는 않았고 사실 한국 선수들이 이 정도로 부진할 거라고는 예상을 못했는데 생각보다 요즘 서킷 선수들이 너무 잘한다라는 생각이 드는 시리즈인 것 같고 앞으로 GSL 한국 선수들도 조금 더 대항하기 위해서 실력을 올려야 될 것 같아요. No, he didn't particularly feel like any extra pressure in the match, but he definitely did not expect Korean players, you know, to do this poorly in this tournament. And it's sort of, he just felt from this series and this tournament that, yeah, the circuit players, they've definitely brought up their skill level. They're a lot better now. And, you know, Korean players have to improve their skill level to match it. So final question from me. Now you're going to play in the round of eight, either Reyna, Serral, or Neeb. Who would you rather play? 이제 8강 상대가 레이너, 세랄 또는 닙 선수인데 그 중에서 어느 선수랑 붙고 싶나요? 개인적으로는 닙 선수가 가장 셋 중에서는 편할 것 같아요. 왜냐하면 저그전을 한다는 것 자체가 테란이 저그전을 그 핑을 끼고 한다는 것 자체가 굉장히 부담스러워서 그래서 그나마 조금 핑을 덜 타는 토스전이나 테란전을 하고 싶은데 테란이 없네요. Yeah, he would prefer to play Neeb because you know it's pretty tough to play TBZ with you know the lag factor. So yeah, he'd rather play versus Protoss or Terran, and there's no Terran, so yeah, it's Neeb. All right.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TY. Do you have any final shoutouts before we let you go? 마지막으로 하고 싶은 이야기 있으세요? 뭐 얼마 남지 않은 한국인으로서 좀 높이 성적 그래서 그래도 마지막 GSL 자존심을 좀 지키도록 하겠습니다. Yeah, as one of the few remaining Korean players and as the GSL champion, he wants to help preserve the pride of the GSL. He'll work hard to do that. Fantastic. It's great to have you in the round of e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good luck in the future.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Bye-bye.嘿嘿，想不到吧？翻译翻完啦，不是，采访完啦，想不到吧？想不到我要开麦吧？想不到吧？好了，哎，八强已经出来了，Neeb打TY，Time打Zero，等一下，我突然听到自己的声音，没事。 Neeb打 TY，Time 打 Zero，Stage 打 Asia，Claim 打 雷诺，腥风血雨啊，腥风血雨啊 ，Time 怎么要打一个 Zero？ 我的天哪！
接受败者采访了吗？没事，我相信他已经对出去借酒消愁了，他是接不了我们的电话的。再给韩国人机会，你确定不是四强没有韩国人吗？确定不是四强没有韩国人吗？我知道，反正那次有开台，大家就去鼓励一下他，鼓励一下他。对，那次有开台的话，就鼓励一下他，各位。明天、后天感觉有机会开吧，我也不知道，我也说不准，好不好？对，大家可以还没 follow Nice 频道的 follow 一下 ，SC2Nice 啊 ，SC2Nice 啊，还没 follow 可以去 follow 一下。对，平常可以看他说笑话，说好好的说笑话。说什么颜值不输小 hero 这种笑话，对，平常看他的台的乐趣就在这。对，鼓励 Nice 的方法就是订阅 Race， 你们说的没有错，你们说的没有错，对，你们说的没有错，你们可以在他的台，对，获得那个叫什么，获得悲伤的情绪，就是你们会被他呛啊什么的，然后在我的台再获得快乐的情绪，对，然后就可以订阅我了，真。棒，真棒！好了，那今天这个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其实我本来没有想开麦的，对，想说刚刚对不对？那时候没收工就骂脏话，被你们发现了，对不对？补偿一下你们，补偿一下你们。好了，就这样啦，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我们明天晚上10点再见，大家拜拜，大家拜拜，晚安，晚安。